这是你姐姐吗？嗯，你觉得她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啊。哎，不过我的晨晨最漂亮，最美了。来，我们自拍一个。发个朋友圈秀恩爱。那，帅哥不错哦。没事吧？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那个鞋柜里是被杀害的灵魂，对吧？嗯。也许你只是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不管是谁。只要感动我的东西，最后都会变成冤魂。你去哪儿了呀？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没有，我去了趟洗手间。大叔真奇怪。你是说，我穷得叮当响，还要每天来泡吧？不是了，是你看我的眼神。其他男人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你的眼神里面没有欲望，你看，不一样吧？要不你跟我谈个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没钱，所以你不用给我零花钱，你就偶尔陪我吃吃饭，喝喝酒，听我诉诉苦就行。你笑什么呀？人家可是认真问你的。大叔呢，年纪又大，又没钱。我呢，过着这样的生活，脾气又差，
所以啊，我们两个不是很合适吗？啊？那好，你愿意跟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大叔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出事的地方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个东西你认识吧？这怎么在你这儿？狩猎的主人就是我女儿。说，是不是你害死的她？
摔倒了，就自己爬起来。哭是没有用的，当你知道哭也没有人会来帮忙的时候，自然就不会哭了。然然，妈妈，你摔哪儿了？只要有人问你疼不疼，你就会疼。只要有人安慰你不要哭，你就会想哭。所以，要想不让自己变得软弱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在身边留下关心你的人。他对你好，你会忍不住想去依赖。有一天他对你不好了，你就完了。吃饭聊天，谁信啊？他们两个啊，肯定有点事儿。嘘。知道周静明在哪吗？什么香水啊，这么臭！真是一只老鼠屎，喝了一锅粥，烦死上菜，牛排，来
没有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您慢走。真是亲爹呀，这么重。晨晨，出来吃水果啦。爸对你真好呀。他呀，又当爹又当妈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姐姐。刚刚你为什么不让我开门啊？那个大叔，是 party 那天那个吗？那房东奶奶，说的可疑男子就是他喽。应该是吧。还说不是那种关系，的确不是那种关系啊。那他为什么跟着你啊？总之，他很危险，你们不要随便开门啊！嗯，你姐姐的男人缘简直厉害炸天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羡慕呢。轻浮一点呗。男人就喜欢容易搞到手的女人。说的没错。恰到好处时呢，要笑一笑。眼神呢，也要适当的眯蒙一点。领口呢，也要slow fellow的拉低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姐姐说的对，我就没有把握好这个度，是不是这样？嗯。好笑吗？是不是是个男人喜欢你，你就一定要搞到手？哎，水果吃的差不多，我们就散了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来来来，晨晨晨，你不是说你没睡饱吗？我们回屋睡觉啊。晨晨晨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啊？真以为自己在演宫斗剧啊，陈娘娘？说什么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哦，是你有话要对我说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听。真是无药可救。
吃这么多，看来最近瘦了呀。关你什么事？我瘦你开心吗？要不然呢？我希望你胖吗？对呀，嫌你瘦呗。哦，喂，我现在就出来了。那个大叔原来是个木工，专业做红木家具的。他出狱之后，老板不要他，所以就当了个普通工人。他出狱？因为打人被判了10年，第7年的时候假释出狱了。打人能判10年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。他前妻跟人跑了，那个人不光家暴老婆，还不工作。他前妻生病没钱治去世了，他就把那个人给揍了一顿，结果打成了重裁。这个人太危险了，你还是报警吧。不行，再等等。你现在每天出个门都得小心翼翼的，我打算一直这样下去。被暴力的人盯上有多危险，我比你清楚。好歹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要不然我怎么帮你想办法？这谁啊？你朋友？先生你好。你的黑椒牛排，好的，谢谢。慢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点的是5分熟。对不起啊，我再去确认一下。好的，没事。不好意思。动作快点啊！主厨，怎么了？2号桌的牛排点的是5分熟。不可能啊！是全熟啊！对不起啊，主厨。阿恒，哎，赶紧烤一份牛排，5分熟的。哎，菜菜，你快点！张亮南。今天那桌牛排什么情况？餐点错了，谁的错？我及时补救了。及时补救了，那材料费呢？客人等待的时间呢？你们先下班吧。经理再见。张胜男。觉得羞耻吗？觉得自己可怜吗？你当初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，就得承担什么样的后果。你要是乖乖听话，会有今天吗？刚才那辆车没有班车，如果不想打车回去，
就上来吧。不要说抱歉要我走，这比寂寞都痛，都更折磨。就算放弃所有，我依然在等候，一起回到你我相遇那个路口。不再让你坚强，紧紧抹去眼眶你的泪光，微笑着前往幸福的再见。辞职吧，别在这里做了，反正只是兼职，再找一家应该不难吧。宋干姐回来了。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怎么打人呢？小纯。要不我去买点药吧。哎，你买什么药啊？止痛的。哎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。那我去买个邦迪吧。还邦迪？对不起嘛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，结果差点狗带。你太突然了呢。不突然能叫 surprise 吗？啊。坐下。靠近点儿。哎，我去，这脚是谁踹的呀？你快送他去少林寺吧。疼吗？能不疼吗？这也就是我，这要换了顾青，早就玩完了。
你喝酒了？对啊。和谁？啊，我和我初中几个最好的哥们儿，他们非要让我把你带出来，我没答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一个人的呀，你只能我看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见这儿了吗？嗯。这儿最疼了，是你打的吧？都红了。我会不会变成脑震荡？我不会变成智障吧？要是肿起来就麻烦了。哎呦，哎呦！多不容易约定，渴望一场风景，趁着月光点燃了烛，我对自己说 ，You be alright, hi young, and you will be fine, hi young。待以后再次想起。简直就是大叔啊你啊，大叔多好呀！大叔有三好：成熟、忍耐、好推倒。嗯，姐姐好凶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乖啊，别看了。人家好奇嘛。嗯。想间接的长点知识。哦，不是知识。进去吧。那你回去路上小心。现在啊，嗯，等我一下。
没问题。咱们去哪儿？哟，快来，还真是病了啊！瞧这脸瘦的，瘦了一圈啊。所以今天得多吃点饭补一补。嘿，好了，今天呀，苏总请客，一定多吃点啊！来，快来。谢谢苏总。别客气，吃胖了打精不要脸，还有我。嘿，开玩笑啊，抱一抱。来，吃饭。那等会儿去厂见了。好嘞啊。一会儿咱们去。啊！我要跟你谈谈，一会儿就行。放开我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要知道什么？知道我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哎，你谁呀你？啊！告诉我！哎呀，啊！不用了，我出来吧。我说了让你别来。青春。